这位看起来是姐姐，然后看起来也很凶悍的姐姐。我不是姐姐。想要请问，你对于日本无极限艺术影展有什么特别的喜爱的哪一部影片吗？我觉得小可爱的选手好像还不错哎、欸。所以你看过吗？我有看过预告片，我觉得预告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虽然是两个我吉桑欧巴桑，但是蛮粗逼的。有你粗逼？我觉得可能略胜我一筹哦。所以访问结束了吗？那你还有就是除了很粗鄙以外，还有哪里会让你还很勾追？然后粗啊，就是生动，他们会打话啦，不是打人啦，打话。喜欢艺术电影的人说一些什么话？我觉得你们不要看，就是那个海报，就是一个两个老人家这样子，那个真的很有趣，我请看非常有活力。对，我们要效仿他们的有活力，并且学习他们的爱情。那你也可以用活力替我们的票房加油吗？加油！